火力向东北角开火。 够不着你们！大队副，你的秘密武器咋还不用啊？不着急，等鬼子再近点吧。 命令登陆艇绕道湖西。嗨！投弹，是。奶奶的，让你尝尝爷爷的新式武器！发！有，哎，哈哈！大队长，你看见了吗？我看见了，打得好！民众，赶快出去！好。 张司令发报，告诉他，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3次进攻。好。 报告大佐，登陆受阻。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。嗨。 没事。 太阳快落山了，等去湖东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。方林嫂去侦查，咋还没回来呢？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，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，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。 命令部队，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拿下微山岛。嗨！ 我军强大的炮火，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3个阵地的分割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。 把仇敌不要，我们突围打大敌，胜利打大敌。好，周书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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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向刘洪那靠拢，撤，走，快！ 李局长，李局长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？如果去了刘洪那儿，我们也是个死。是，咱们根本打不过人家，那不是等死吗？怎么办？如果你们想活命的话，就听我的。你说吧，我们听你的。是，我们听你的。好，走。 四十迈。报告司令，我们已顺利拿下岛的南部。好，通知伊藤大佐，西线增援。嗨。 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，大队长，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，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！红哥，和鬼子拼了，给周书记报仇！对，跟鬼子拼了，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！对，报仇！老红，老红。 遇事千万要冷静，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，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。不行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。王强，咱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，快走！全体集合！全体集合！快点！快！快点！快点！快！快！ 还愣着干啥？是真命令！是。老胡，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？可以，行，走。报告司令，我军前线第1号战报，围山岛已被我军占领，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。 冈村队长，嘿，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，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，你要特别的小心。嘿，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。嗯。知道吗？你的第2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。是，冈村队长。戦い準備しよう。 我们是搜索微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，去。我々は微山島を捜査すると命じられた第三中隊だ。我々は微山島を捜査すると命じられた第三中隊だ。向こうへ行け、向こうへ行け。 走开！走进来。撤。请下水，朝天开枪，跟着走。田中，给他们发信号，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奉命搜查混在老百姓队伍中的游击队，让他们到山那边搜索。是。我々は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。君らは向こうへ捜査せよ。我々は。 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。帰れ。走走。是什么人？我是微山县8区区长尹华。啊，飞虎队在哪里？太君，我们打散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太君呢？太君，我不知道。全岛搜捕。你得带路。好，我得带路。走。三中隊のものだ。早くどけ。哎呦，太君，快！哎呦，太君辛苦，请。开路。站住！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？我们是铁道游击队。快！方林嫂。哎，老乡，看见房里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哦。嘿，老乡，你看见房里草没有？没见，没见。房里草。 房林嫂，看见房林嫂没有啊？没有。哎呀，房林嫂，周三叔，周三叔，你是凤他娘啊？凤他娘，你咋跑到这儿来了？凤他娘，俺找了你半天了，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。真的？哎，那还能有假呀？快跟我来，跟我来，来来来。老胡，老胡，老胡。 老胡，老胡，老胡，嫂子，房里嫂，凤三娘别怕，嫂子，小婆，哎呀，老胡，怎么这身打扮啊？我们全靠这身皮呢。啊，哎，都撤出来了，都撤出来了。哎，我去警戒。哎，房里嫂。 我来接你们，你叫上你娘，带上孩子跟我走。不行不行，我娘病得特别重，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，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。哎呀，这又是老又是小，咋照顾啊？要不，你把小凤先带走。那行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。哎，哎，那好，我去把孩子抱过来。哎哎，好，等着啊。哎，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？ 天亮再说。我娘病重，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。那好，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，想办法进山。这一路上，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，你们要当心啊！你就放心吧。怎么放心得下？你成天东躲西藏的，真害怕，万一……你放心。 为了你，我也不会死。来，把这个拿上，以防万一。老胡，老胡，来，给我时辰不早了，你们赶紧撤吧。 嫂子，你要多保重啊！哎，你们也要小心啊！嗯，朱保长，哎，我们走了，好，小心呐！哎哎，小波，走。关阁下，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，这个消息是真的吗？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，是这样吗？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：飞虎队彻底消灭，无一漏网。谢谢，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？啊，诸位，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。啊，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，我想诸位去看一看。 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，请。对，是没什么被消灭的，没什么被消灭的，请。哎，走吧，今天来看，走了。走吧。哎，堂堂6000皇军，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，这完全是奇耻大辱！司令官急电！哎，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，临洮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，亲赴微山之役。回电，我马上动身。嗨！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，一网打尽！嗨！分头行动，把他们干掉！从那边追，好。 拉弦儿，哎，小心点儿。我要借用你的人马，全部人马。总委军，我可是提醒过你，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。现在知道了。好了，宋卫军，不要着急。 我要马上血洗苗庄。加快速度，再快，再快，快！快进去！哎，你们等内部，这边去。 你们听好了，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，不说出来的话，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。嗯，带上来，快走，快点。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，他们私通飞虎队，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。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！射击！ 大队长，你可得给俺报仇啊！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，这房子也烧了，粮食也烧了，往后日子可咋过呀？你说啥呀？房子烧了再盖，粮食烧了再种。大队长，你放心，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！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乡亲们。 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，杀了咱的人，这事不会完。这个仇，我们一定给你们报。哎，对，一定报仇。大队长，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。队长，咱们打吧。对，咱们打吧。林中神茂，在，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。好，走。龙汉，同志彭亮，集合队伍。好，王强，跟我走。 正是消灭鬼子的好时候，赶紧打！政委呢？到围山湖开会还没回来，潘队长是。停车。 苗庄是。给我打！什么？小鬼子，我日你犊子！急着了，老胡，危险！政委，站长，政委负伤了。政委，老胡，快撤！这是他们的命令。老胡。 快点！卢汉。 你不是要找贾鲁汉吗？他就在这儿。怎么着？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！你这狗汉奸，老子跟你拼了！鲁汉，赶快撤！不，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！小刘，快去报告大队长，野花叛变了！是，快去，走！别放跑他们，给我追！ 鲁汉！给我包围他们，快点！那个啊，不行了，你快走吧！胡说！咱哥俩上一次在一起，那个。 是俺没听您的话，把你给害了。哥，拿上我的枪。不，兄弟，你放心，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不会撇下你。你忘了，我还答应跟你说个媳妇呢。 快呀，兄弟！兄弟！怎么样？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，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，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他，睁开呀！嘿嘿，你死了，我还活着，是吧？真鲁汉也好，他假鲁汉也好，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！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。你狗王八蛋！龟孙子，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，老子宰了你！快开枪！老子报仇了！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，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，实施营救。飞虎队虽死伤过半，仍冲出包围。我们按照计划，通过引华的假铁道游击队，成功的将刘洪引入第二埋伏圈。现在冈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林城站，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。好，让我们在火车上。 全歼飞虎队，击毙匪首刘洪。和斗。是。机枪准备，快！ 去蛇头，一起摘钩。好，柱子，加速！